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提早同大家傾下偈啦。咁因為我咧就喺 Facebook 咧就介紹咗呢只杯。呢只杯咧，佢話係佢咧就。佢 soften 咗，即係水嗰個質感啊！咁而另外咧，佢咧就亦都令到你飲起上嚟咧嗰個 taste， 即係 enrich 咗你享受嗰陣時候個 taste 啊！即係咧，佢可以令你飲到即係嗰啲 ingredient 咧，就深層次嘅一啲味道咁樣樣。即係我覺得飲咗之後我。可能會依個就會買一隻咁樣樣，其他嗰啲我仲未諗會唔會買嘅，因為都係一對對咁樣樣，即係一來又好睇啦，係咪啊？二來咧就即係飲出嚟係又十分之唔同嘅，即係你問我依個賣幾多錢？你如果日本咧就賣200蚊嘅啦，咁咧我哋中國咧，即係中國嗰啲咧，我諗都係夜蚊咁咯。無形中咧，你又護膚啦，咁咧對健康咧都有一定嘅幫助。所以我覺得，即係自從我飲咗呢個之後，我覺得咧，原來水質咧係十分之重要嘅。你水你唔係淨係 hydration 咁簡單嘅，原來你要入到入邊嗰啲深層次嗰啲元素咧，先至可以令你講嘢又講得大聲啲，中氣又十足啲，即係咧人又精神啲，又 energetic 啲。呢個真係 boost immunity 嘅一種嚟嘅喎，即係我飲嗰啲綠茶咧，又飲到嗰啲原汁原味啦；飲嗰啲荷枝茶咧，日本嗰啲咧又係原汁原味。唔好意思啊，而嗰啲荷枝茶嗰啲又係原汁原味咁樣樣翻嚟喎，即係大家不妨買翻隻嚟飲下咁樣樣。即係咧，另外就。另外咧就係啦，所以大家不妨即係飲下比較下，即係唔同。因為我以前學茶藝咧就有即係又比較下啲水咁樣樣，同埋咧呢個出嚟嘅水質咧比較糯啲嘅，你知道嘛？即係唔係好似嗰啲清 break down 咁樣樣㗎？嗰啲清咧好似咧即係連埋一齊咁樣樣，即係你飲得出嚟咧係有個連接性咁樣樣。所以就當然仲有其他嗰啲，但係基本上係呢啲就十分之唔同嘅。咁而另外咧，我今日咧就開始睇好唔好 join 下嗰啲 spa club 咁樣樣。即係咧，我睇嗰啲人嗰啲評語咧，就係話覺得好 relaxing 啦，咁又覺得因為好 gentle 好細膩喎。即係咧，我。或者係有所謂嘅虛火，即係你要講嗰呢兩樣嘢係唔同嘅。你一即係免疫力太強，一咧就虛火太勁。你想瞓到覺咧，你咧就食多啲 anti-inflammation 嘅嘢，咁咧你咧瞓到覺嘅機會就好大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因為 hot flash 瞓唔到覺咧，我
又係抗發炎噶嘛，又可以 cool down 你 body temperature， 咁另外又可以去除多餘嘅水分，有水分太多你亦都係瞓唔到覺噶，所以飲菊花茶咧就勝過好多嘢嘅。即係我依啲咧就。你身體不夠温度，你睡不著覺，身體太熱，你也睡不著覺，即是你喝啡水就是很明顯就是身體太熱的關係，所以呢，你降，即是你吃那個，喝那個菊花茶，還有菊花茶可以將你裡面的內熱呢，釋放出來，即是呢，或者透過排水這樣釋放出來，所以你喝菊花茶呢，對喝啡水呢，是十分之好的，即是呢，這個問題呢，滋陰咧就唔緊要嘅，你最緊要咧就降低你身體嘅inflammation 同埋嗰個虛火，咁咧你就可以同埋你開咗竅咧，讓佢可以出到嚟啦 ，exterior 出到嚟 ，interior 降低温度嘅話咧，你根本咧就應該係瞓得好好嘅，即係你要完全跟住咧，你就要搬。同我今日講過，我有個牧師咧，佢即係喉嚨發炎啊，喉嚨發炎。咁我介紹，因為我睇阿江一偉寫咧，啲拍地黃丸咧就醫嗰個喉炎咧就十分之好嘅。即係佢嗰個喉炎咧個問題咧就係、是，即係佢喉炎嘅問題就係、是，滋腎水咧就可。減緩佢嘅情況，即係咧佢依個情況咧，所以枝柏地黃丸咧就比較適合過九谷地黃丸，因為咧佢要滋腎水啊嘛。佢點解？我同你講點解佢會有依個問題咧，就同個生活習慣有關。一來咧就成日唔瞓覺啦，二來咧就係、是、佢。他老婆喜歡吃煎炸的東西，你知道嗎？所以他經常吃煎炸的東西，你不夠睡又經常吃煎炸的東西，那你水分都榨乾了，所以這個這樣的問題呢，你不夠睡就一定是你即是個腎呢，即是那個immunity呢就缺水比較嚴重一點，所以呢他要滋腎水，滋腎水所以就咁樣樣，所以你話去做 SPA 咧，我同你講，通常成日都翻嚟嗰啲咧，又對你忠心耿耿嗰啲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令到佢可以 more energetic， 千祈唔好俾佢途中瞓著覺，因為你 break 咗個 sleep cycle， 你 sleep cycle 唔夠咧，佢就算醒咗咧都唔舒服個頭。即係你要一邊同佢講。就一定要 energetic， 因為而家啲人都練 meditation。